大家好啊，现在我们来到是台北市的士林区，后面就是芝山岩会济宫的搭建的临时红毯。那我们今天就是来看芝山岩会济宫的迎妈祖妈公迎关渡妈、北港妈、士林妈众神明。那上一周关渡妈在基隆地区迎请完毕之后呢，就会来到士林来继续她的行程。关渡妈祖很忙。那大家对关渡妈祖有兴趣的话，可以观看我前几部在基隆所拍的各地区迎请关渡妈的绕境活动，还蛮有趣的。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先去红毯里面看一下吧。那就可以看到他们恭请关渡妈、北港妈、士林妈，然后各地的神明。由于这边的绕境路线图其实我有点看不太懂，所以我们就沿着声音先去找头阵。那我们换完衣服之后呢，刚好头阵也准备要过来了，我们就先继续看阵头吧。阳明堂金融馆，那他们这一班站班的请的阵头非常的多。个秘境景点，先拍摄一些美好的画面给各位看一下。个人很喜欢三一乐社他们的风范。后面就是我们的主角妈祖婆，还有关渡儿妈。现在骑车来到芝山芝玉路一段，那这边还蛮多乡民民众来摆香案来迎接哦。上面就是前往阳明山的路，从那边看阵头感觉也不错。会济宫的山啊，对，这里叫妈祖。
是昨天在芝山岩灰气宫的红磡那边开光的。这是妈祖会以前的知识牌，非常有年代。那这一对千顺也是在昨天刚开光的。阿龙，这游戏游戏。刚刚休息，赶快去吃一下这边的好奇豆花，还蛮好吃的，豆花蛮绵密的哦。那我推荐的料是芋圆、地瓜圆跟花生。那我们阵头在这边会分成两队，啊，其中有一队车队，他们就会上山，然后去绕一圈，绕完一圈回来之后呢，再跟其他阵头汇合，我们再继续走路回到我们会气宫这边。看着神轿车这样走在蜿蜒的山路上面，其实画面其实还蛮美的。我们现在呢，阵头现在整队，然后大约五点就要回到芝山岩灰气宫。那经过这六个小时的绕境，那我们阵头头阵准备要入庙了。Thank you.
徐家峰、李晨。那以上就是芝山岩会济公迎妈祖的高兴活动。那这次非常感谢我们的布老师的邀请。那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那我们就下次见，拜拜。